到我们家来玩呢，刚好妹妹回来了，今天姐姐把外公接进来，姐姐奶奶也好，在宝宝。咋的？姐姐外公。这个山路十八弯了。刚刚和爸爸骑摩托车走到这个水泥路的尽头，我的外公还没来，估计在那个山沟沟头。我现在去接好家了。在宝宝。江哥，听啥子？今天搬你。搬你哦。哎呀，你还给我们提搬你来。江哥过来。抬嘛，抬嘛。好重啊！这家公给我们带了他们这里的野生搬你，哇，估计有20多斤。刚就接着家公。嗯。家公给我了那么多。野生斑鳞，哦，就有20多斤。哦哟，你这个，我怕这个破坏。哦哟，我让你进去了嘛，你的。哪里的？啊，我是酸的，你是说。嗯嗯嗯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在这个八字头吃饭。小心一点。来喽！小心一点，小心有人喊。来了来了，你看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。我姐整点葱肉回来。今天这雨水多，把这菜呀都有点结到了。姐姐，我来打调料。吃这个羊肉汤就是离不开这个豆腐乳。晨晨也吃了吗？开饭了，汤来了。差几斤？十斤。差点。吃了然后。哎呀，我就是年纪不大，他脚还冷着的，哎呀，很是要硬气的。今年你们春节活动嘛，穿的是。嗯，春节我在哪里的事？哎呦。穿白袄暖衣了。嗯。吃那个羊肉汤看热乎的不？姑婆，家公你们来吃哦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你这个怕我的。嗯。姑婆说吃了啥子？羊肠。热乎的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吃了。不忙吗？吃了热乎。哦。哎，完了，干这了！你说我瞄到的哦。啊，今个是干这了。